戏顶，美景人人爱，这正是我们的故乡嘉义戏顶。每个人已架好相机，准备捕捉那一刹那的美景。美景是短暂的，是一个机会，只有已准备好的人可以掌握这个难得的机会，并留下美好的回忆。机会往往是留给已准备及珍惜的人，我们是否已随时做好准备，等待下一个机会的到来？用心去关心我们的生活周遭事物景象，或许会有更多更美的发现。美的事物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，等待我们去发掘，去珍惜。